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最真实的正义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鱼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哥。强，小伙伴们好，这里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的小强。哎，欢迎收看，欢迎收看我哦，为忘了爱。欢迎收看我们的神奇宝贝第六集。哎，等会儿后面有只闪光的 UP 蛇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 UP 怪，我看到了，我刚才我就看到了。不行不行，金黄色的，我要把我的蛇也放出来了。对啊，别跑！24级，你打不过啊？你是想要受虐吗？哎、我就放出来跟他比一比，我没有想要跟他打的。哇，居然咱们第三期跑也跑不了，咱们第三期就遇到闪光的了。包走，好想抓，好想抓走啊！但是没有球啊。所以咱们这期的话要赶紧去多挖些铁锭什么的、啊、那这个闪光不坏怎么办？就是看他就干瞪眼呗。没办法呀，等咱们走跟咱们没有缘分了。天，对啊，注定他是跟咱们没有缘分的、啊、咱们一走他就要消失了。对啊，怎么我的这个腾腾蛇这么小一只，他的这么大？你看他等级啊，他你还要看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体型。对，体型。哎，这个位置不错啊！好像好酷炫的样子，后期一定要抓一条，比你粗，比你大，比你长。哇、哦，好多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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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、哦、这是铝矿。卡哥，你一个人在那说啥呀？来啊，来来来来来 ，TP 我 ，TP 我 ，TP 我！这有个峡谷。又有峡谷，我天！给我点材料。什么材料啊？木头什么的。自己去，自己想办法。我他喵的，我材料全被你们拿走了，快快快快，怪我了，怪我了，快快给点材料食物，来给，撒你的，拿去用。我擦木稿，给你木稿都不错了，卡哥，今天就是用着吧。对啊，给你木稿都算是看得起你了。呵呵，咦嘿，仔细看一下，不要放过任何一块铁锭啊、嗯！咱们现在很缺铁锭，很缺那个铁的。放过了会怎么样？放过了那个抢你，随你怎么处置。不想说话就是怼。哎，这句话我爱听。给点木头了呀！我的天。哎呦我靠！给点木头了呀，做工台好不好？给撒你的，撒你的。这铝矿用铁镐挖的吧，鱼？煤炭可以用石镐啊。我是这个铝矿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再来点木头，再来点木头。铝矿的话，它是需要那个铁镐挖的。快点快点，再来点木头。没了。你是不是傻哟？这里有个合成台，你还做个合成台？你说你是不是傻？谁知道你做了？你是不是傻？谁知道你做了？谁知道你做了？我记录加数据。嘿。铝矿什么的也可以做那个球的底盖。炉子再做一个炉子。OK， 我这边做了一个。然后铁锭的话，哎，谁的大脸？哇、哦，铁矿石，红天鹅酱的铁矿石，厉害的。看一下那个铁针是怎样做的？哎 ，NEI 呢？先把 NEI 打开。哇，这边也挺多铁的。机械铁针，咱们现在只能做那个普通的铁针。普通的只能做普通。对吧？哦，现在就可以做了。哦吼！做两个吧。哇，还差三块铁。下来。来吧，搞完了。周围的铁都挖光了没？挖光了，咱们就转移阵地了。还有呢，上面还有，还有一些漏的。去挖呀，这边给他自己烧着啊，先烧着啊。没有必要做一个大铁镐去挖。大铁镐，铁镐的话，现在我觉得没必要浪费，先把铁什么的先存起来。哇，这里好黑！你们有做火把吗？没有。
哎，我靠，卡个这么快就垫上去了？哎，那个位置还有。废话。哎，这什么？嘿，硅矿石。硅矿石。对啊。硅矿石吧？对啊，就是硅矿石啊。哎，等会儿。又下雨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复制一下这个指令。嗯嗯嗯嗯。什么情况？上一期也老是下雨。没有，是录第一期的时候是不是也总是下雨？这一点是很喜欢下雨，真的。一言不合就下雨，我靠！没有雨它就不舒服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咱们上期不是不知道这些果实是用来干嘛的？那个小伙伴们告诉我们了，就说这些果实是可以在那个战斗当中增加力量啊，或者是解除什么效果啊，或者是回血什么的。可以用，可以吃。对啊。不是，你告诉我怎么用？大卡哥，你来表演一下。就是使用嘛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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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卡哥那个飞什么时代？飞什么时代？那个即兴发挥啊！怎么说来着？忘记了。对，这就很尴尬了，这是很尴尬。不是很尴尬，不是你是故意的吧？故意不接我的梗吧？你是？哎，说实话，那个梗我还没完全了解透。Freestyle 是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个啊。来啊，即兴发挥啊！发挥不出来。要，我说鸡蛋，你说要。下个呢？我说鸡蛋，你说要，要不要来？要不要就来一套？煎饼果子来一套，好吧？煎饼卡哥来一套吧，老铁。来，天上掉了红宝石，去捡。大家快去捡，捡肥皂，红色肥皂。捡。差不多了。我这里有30块铁了。先拿着，咱们先回去再烧了。那个铁针的话，我已经做了2个出来了，要不再做一个吧？再做一个呗。再做一个。机械铁针的话，咱们现在做不出来，需要那个。那个叫什么？木鱼粘液球过来捡肥皂，捡你个头啊！那不是，这里有铁，我把它挖下去，然后你就能捡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咋的了？我感觉卡哥要出事，我的天！没掉下来，差点摔死我。一般长得丑的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哎，这个竹笋不能吃。就比如说卡哥是吧？对吧？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。我不是栗子啊，栗子可以吃的。耶、yeah? 好像咱们上期找到有那个鱼塘没有做标记点、啊、我做了标记。确定？大鱼塘，你要去鱼塘干嘛？大鱼塘没有，咱们前期的话就在鱼塘附近弄个家呀，就在就到大鱼塘吧。就暂时住在那里啊？走吧，来，我这里，大鱼塘，是不是很大？这不是沼泽吗？你看看前面多少鱼，沼泽这边会有那个闪光的鲤鱼丸的。是啊，多棒！这里这个水还不深不浅，多好。我看一下附近的村庄，咱们就在附近村庄那个暂时先住在那里吧。嗯，刚好这里有个道馆，道馆旁边，踢我。然后咱们上期不是那个纳闷去找羊毛吗？这疗站上面就有羊毛，是不是傻哟？我们几个人，哎，好像是又犯了当年的，又犯了，不是我们又犯了当年的智障。当年我们也是在搜集羊毛，搜集不到。嘿，大光头，后来，大光头你好，大光头。结果家里就一农村的，对。然后这铁子，你们去收下羊毛啊！我先把这边该放的东西先放下来。嗯，我在放屁，等一下。放，什么鬼东西啊？放屁呀！啊，爽！放屁呀！放屁！追胡萝卜呀！带合成台来。没有。宝宝强，身上有木板吗？哦，有，可以做一个合成台。
还需要做三把锤子。站立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的，你把多余的木板给我。我现在就还多余还有两个。我的屁没有威力的嘛，混蛋！哎，我去，四根能做两把锤子的话，好像是这样做的。哎，没错。哎，我擦，我的屁没有威力的嘛，他居然不催生呢？你是没有吃红薯啊？吃了，我连我黑红薯我都吃过。六六六六六，还有这种操作的？那必须，老黑的红薯吗？哇，这一到晚上真的黑。羊毛收集九个就行了。OK， 收集过了羊毛，我现在在收集这个项目。我来帮你们敲球盖，然后那个卡哥，你弄的那个果实有什么颜色的？全给你了，我不是在上一集爆出来了吗？在你什么女生上？我没捡，好吧。果汁什么？啊、果汁什么的我没捡。那应该在小强那里、啊。我怎么有？我这全是自己收集的。我这里有一些。那我掉出来的果子去哪了？我不知道了。我也不知道。被你用了吧，帕斯。我可能塞你屁眼去了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样说。扎心了，老铁。哎呦，我这里有些果子。哎，等会儿。那个球盖哪去了？这就很尴尬了啊！你果子你丢出来了吗？没有果子了。我刚看你在弄那个。我看一下那个。我放箱子上吧，待会儿。好。咱们前期的话就先做那个普通的精灵球吧。哦，普通精。哎我去。船咱们放这里面还是放外面？船啊。船放里面吧，放里面，放这个大光头旁边，让卡哥跟又放了光头旁边，让卡哥跟这个大光头睡，然后我们两个床放外面是吗？对，你们想到的挺多的，卡哥好像又活埋了这个大光头，他已经活埋了很多个了，好吧？不差这一个了，人家好歹也是个护士，好吧？护士吗？不像啊，我感觉就像那种，你们看过那个叫什么电影来着？鬼妇？不是什么鬼妇？你脑子怎么想这总是想这种奇怪的东西？什么叫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鬼妇啊！西吧，大家千万不要去百度啊！鬼妇怎么啦？真的是啊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很正常，叫我真一想不起来叫什么。哦，汉尼拔，想起来汉尼拔，不会就叫卡汉尼拔吧？不会就叫卡哥吧？你这家伙跑上来了，卡哥，你很难活埋他了。你给老子下去！让我们的空地，这简直摆床都摆不下，混蛋！对吧？下去 ，OK， 搞定。哎，然后把身上的石头烧一下。红色的果子给我。强，你身上有吗？箱子里面吧，箱子里面是吧？好像就一个。哎，我去，就一个啊。嗯哼，对啊。那其他的黑色，黑黄是不是高级球？黑黄是高级酒，对，没错。你弄的多是果子了。你们那个，有石头的多做几个炉子啊。是。哇，八七个原石，很悲哀。敲，卡哥身上应该还有啊。我有吗？我看一下。来，出来撸两个。我身上就七个原石。你也七个、啊、对，你捡，我丢地上了。我回去捡噻。搁哪呢？丢到后面了。我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没有原石、啊、在我身上，给。
刚被我吸吸被被我吸进去了，被他屁股吸进去了。来宝宝强，宝宝强，我分你两个球。哎，来，咱们不给卡哥。自己动手。卡哥表示自己做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叮咚。我最讨厌这种好吃懒做的人了。对，我也讨厌。看这个样子，卡哥是要一个人睡外面了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啊，爽！有了球以后，咱们就可以抓第二只神奇宝贝了。哇，我现在才八级，还得练下级啊！八级你宝贝都抓不了。八级你可以抓那个抓鲤鱼王啊！抓鲤鱼王，我就知道。出去搞点坏事去。现在天亮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没。那不咱们睡一觉吧？马上就天亮，睡。睡吧。哎，我去。哎，我鱼睡去哪了？第二天起来怎么鱼都不见了？我靠！哎，我这一觉睡到外面来了，厉害了！还有这种操作的？你这觉睡的睡翻天了耶！我的天，你睡到穿墙了。就找这种低级的训练师打升级好快。哎，不对呀，中间放黄的，然后旁边是黑的吧？高级球是？哎，对，只能做一个。12级来。你做几个球了？你管我啊！哇，不是一个等级的。怕什么？揍他！连打12级的训练师都打不过。12级的肯定打不过啊！你现在，就你这弱鸡，你打12级怎么打得过呢？OK， 走，抓神奇宝贝去喽！鱼，你现在多少级了？我现在12级啊。这里有个12级的训练师。打不过他。打不过，人家有几只12级的？他有几只啊？得找那种4、5级的训练师来打。4、5级的，我估计很难遇得到。我刚刚就碰到一只，打死了就升了一级。可以的啊。这个12级的，我跟他打一下看。刚刚我才对他这个大尾梨是吧？水枪。哇，大兄弟你皮好厚啊！再见，我错了，哥。认错太晚了，哥在这呢。哎我 ，fuck！ 我只想说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你给我等着。君子报仇要十年，你报仇要几年？惹火一个立志成为神奇宝贝大师的人，你会很头疼的、啊，我告诉你。有多大？谁在讲话？强，你听到谁在说话？没有人说话呀，有人说话吗？哎呦，我这买了个表，我操！11级的应该可以打吧？呆呆兽可以的，水枪。哎，大哥打我好疼啊！被教育了。我靠，双击也挑衅我呀！鹿是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死吧你！哇，一击就打死我！可以。哎，你妹的，居然把我打死以后还嘲讽我是吧？我跳起来就给你个七跳反应，我告诉你。死吧 ！MMP， 他把我打死以后，他还说我是个弱小的家伙。你本来就是啊，难道你现在不是吗？哎呦我的天！不是强，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你听到有人说话吗？不是一直都是我们两个在说话吗？不是我撸多了吗？我好像听到另外一个人在说话。是确实是撸多了，他是幻觉了。哎，看来我是时候要戒撸了，真的。是的，没错，咱们两个都撸多了。
你们俩撸太多了，撸出血了都。我看一下，周围是森林，看能不能遇到一只皮卡丘或者是伊布什么的。哎我操！没，哎呦我擦，44级的，你是大哥。哎我操，这什么？姐怎么那么奇怪的东西？爸爸强要不要跟着我换？我跟着你，老是都被别人这个教育。没，你要这，你要这样想，我等级也不是。他是咱们家附近这里就有七八级的这种鲤鱼丸啊，也挺好练级的。哎，人生发大财，发财！人生已经如此艰难，恭喜发财！一个粉丝的嘀嘀咕咕说些什么？我反正不知道，他自言自语，习惯了，我告诉你。我在发财。我看一下周围的森林，哎，来这边看一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个果子。还是这鲤鱼丸比较好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。你又找到一片那个。池塘啦，不对，鱼塘啦。没有啊，就咱们住这附近啊。咦？哎，妹子，22级的妹子，14级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一期我不抓是神奇宝贝，我就不甘心了啊。恭喜你呀，恭喜你！哇，这个花好大。知道他在骗我。看一下周围的森林，周围的森林，哎，这片森林可以的。哦，我在上去遇到那个皮卡丘，但是只能干瞪眼啊，抓不了啊。干瞪眼，我觉得还是等级稍微再高一点点再出去。完了，神奇宝贝了，我已经说出来了，可能是遇不到他了这一期。这有啥用？没地空壳。你看卡个一个，你不知道了。亚宁不在就卡个一个人，老是自言自语了，不知道在说些啥玩意。对啊，你们不懂。7级，15级的币，哎呦，6级的小家伙啊，你好啊，来叫哥哥去放过你。这个大屁眼子 ，nice， 泡沫，哇，2级就死了，继续泡沫，就是泡沫，18年，胜利，获得胜利的成就，那么厉害呀，16级的隐梦魔人，这个应该是，哦，永吉拉，哎呦我靠。其实呆河马也不错的前期啊。呆河马有什么技能？你猜？好，就是水泡，甩尾巴，咬它。还有加血的，好像呆河马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呆河马有加血的。哇，前面好多，几只神奇宝贝？2只，15级、11级的这个。猎凤蝶，这个小蝴蝶长大以后可不可以骑它？凤蝶太小了，你还想骑它？你为什么见什么东西就都想骑呢？要你管？哎，泡沫，飞喽！再来个泡沫，哇，打我好疼！快到球里来！哎，抓着没鱼？碰到狠叉子了，被人教育了。看这个样子似的呢。来，光头护士帮我治疗一下。光头护士，咱们国家本来就有男护士，好吧？在好像在深圳那边很多的。我知道。你不用一本正经的给我解释，继续叫你的光头护士吧。嘿，强，你踢我，我找到一个卡个喜欢用的东西。
这样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过来观摩一下，真的。你们绝壁又找了一个什么奇怪的果实？刚好这个 PK 贵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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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形状卡哥肯定会喜欢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里。我知道你们又哇，这对不对？就是被卡哥准备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他定制的，好吧？我已经知道你们有什么骚套路了。我觉得，快过来，卡哥！我先把他收走，收走以后，那个种在卡哥床旁边。对，卡哥最喜欢这东西了。对。等咱们睡着了以后，他就可以偷偷的拿出来用了。不用，小强，你不要害羞，你要用就用嘛，我也不会说你的。不，只有你喜欢用，你不要拉着我下水了，天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哈哈，哇，这一波好肥、啊！哎，我发现这稍微高级点，这鲤鱼丸就要还手了，我的天！是啊，十五级以后的那个鲤鱼丸就还手了，就不是再次那个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了。对。哎，那只鸟飞哪去了？鸟呢？你要抓鸟啊！我靠，我这么卡！一只白色的鸟，应该是那个什么青面鸟吧？你还不抓住七七七鸟呢，那只还漂亮一点。七七鸟，你告诉我，你打得过？看是多少级的嘛？七七七鸟是已经进化的，好吧？进化的多多少少都有三十多级。咱们现在只能看看。哎，这个小妹子挺不错的呀，这小妹子也挺不错的。你又调戏妹子了？哎，我再来一个泡沫，哇，打我好疼啊！能不能轻点点啊？一个六级了。哎，我擦！快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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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，感觉哪里不对的样子。快，他是叫别人快进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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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确定要进来吗？哈哈！我决定了，我需要再潜心修炼一期，再来抓神奇宝贝。Surprise！ 所以啊，没事抓。现在咱们这个等级是去看神奇宝贝的，不是去捉的。没有。一个高级球，两个精灵球丢出去，完全没反应。我的天！不，卡哥，你踩了？卡哥，你踩到多少果子了？我没踩果子，我在捡球，有四个球了。我的个天！你在闷声发大财，可以的。我早就说了，我发现一只哥打呀，好大一只！哥斯拉！我要赶紧跑路！我的天！哎，我跑都不让我跑。强，你还在找鱼塘吗？哇，好大一只 boss 啊！我在练级啊，我他不给我跑啊！我也需要练下级了，真的。是要练级，我先去抓只神奇宝贝再说。啊呸！一击必杀。哎，前面有只那个超精华的妙花。打不过呀，去干嘛？去看人家装逼呀、啊！走吧，咱们先回家睡上一觉吧，这大晚上的也看不清啊。第一桶金，哎，等会儿家呢？不抢你跑哪去了？哎，喵了！不知道没人打家的这么点吗？我在沼泽地附近啊。我也没打，这就尴尬了。我也没打，我真没打。哇！老方法哦，对，没开死亡不掉落。死亡干是吧？没开死亡不掉落，死过去。你来。我不来。其实可以啊，死过去东西，然后你再 TP 去那个死亡点就 OK 了。不是，说到轻巧，你来。是来吧，来吧，我来吧，老铁。你清楚小强。哎，等会我好像找、我回来了，你们快 TP 我。不是吧？我好像找到家了。我靠！干得漂亮！干得漂亮！好像找到了，又好像没找到。你们先 TP 我，我都到家了。哇 ！OK， 回去捡东西去。我已经躺下了，你们快点。来呀！等一下，我在发财。哎，
砍个一砍个一天到晚在夸才发什么财，我的天！人生的第一桶金，我来了。哎，我操！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不是卡哥，你在我下面做什么？没，就刚才进入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差点快死了。你滚滚！哎呦我操！啊，小千的电流麦，我的天！等等，我调一下。你的五毛麦，你先睡觉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一觉醒来又在外面去了。小钱又进入什么鬼？我 TP 鱼给卡了，我的天！哇！来吧来吧来吧！起不了床了。来吧，睡觉吧。睡觉吧。别闹，我起不了床了已经。哎。嗯。不是。哎。这一觉睡的就有点长了。睡不。这。靠！怎么还是晚上？我不卡了吧？应该。我的卡到床上起不来了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卡了吧。我卡到床上起不来了。不是，咱们就躺在床上直接结束啊。这个就尴尬了，直接结束吧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起不来了。好了，那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订阅我们哟。好，小伙伴们，如果我们视频有什么好建议呢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在弹幕里面留言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来泡泡圈里面找我们玩哟。是的。OK，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。拜拜拜拜拜拜。